觉得好点了吗，凯亚娜？肚子还是好痛，班长，我是不是要死了？已经给你吃过药了，休息一会儿应该就好了。还疼的话，我就带你去找校医。不过，因为吃了一大盘生饺子而腹痛什么的，校医大概也不会相信吧。人家忍不住嘛，都怪班长和牙医包的饺子实在是太香了。啊，对了，班长，你刚才是不是忘了告诉牙医要给我留一碗牛肉馅的饺子？还想着吃？你还是安心休息吧，等你肚子不疼了，我和牙医再给你包新的。还要疼多久啊？要不班长你给我讲个故事吧，有故事听的话时间就过得快多了。故事啊，刚好也快过年了，就给你讲个年兽的故事吧。年兽？那是什么？崩坏兽吗？伝説によると、昔の信州にある教授がいて、その名は年。年は長年海縁の中に暮らしているが、大晦日になると上陸して人々に災いをもたらす。しかし当時の人々は少しも年のことが怖いと思っていない。その日にお祭りをあげてお祝いするほどだった。なぜなら年中が姿を現すと必ず仙人が現れて年を撃退して信州を守ってきたから。その仙人の名前は。牧年人、我らはもうここで6時間も座禅したぞよ。そっち、お腹は空かないのか？心が安らかになれば空腹も感じなくなります。那你接着打坐吧，我先去找吃的了。唉，果然咱们庙里不管什么时候都只有干粮了。粗茶淡饭，海味山珍，不过都是充饥之物罢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更幸福一点嘛。对了，过些日子你去打年兽的时候，记得带我一起去，我都好久没吃过村口那包子铺的肉包子了。若是想去，你我今日下山便是，不必等了年兽。何况那年兽七日前已被击退，如今应在海渊之中养伤才是。嘿嘿，就知道仙人你对我最好了。等等，你刚才说那年兽七天前就被你给打跑了。榆木脑袋，你果然就是个只知道逮妖兽的榆木脑袋。此话怎讲？啊？难道你都不知道吗？桃源村志七十三有云：每至除夕，年兽作乱，仙人下凡，客于东山。以此为记，一年始之，设宴兴之，牛羊祭之。依你之意，人们将我打退年兽之日定为一年之始。而此次除夕未至，年兽便已退回海原，百姓的立法或许会因此而乱。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等了一年的庙会，我的肉包子，我的糖葫芦，我的马蹄糕全都没了。
口腹之欲不足为提，不过立法之事确实不容小觑。小璇，可有补救之法？哪有什么办法啊？那年兽都已经被你打回海渊里去了，难道你还想下去把它再请上来不成？倒也未尝不可。我的老仙人，你可让我省点心吧。那海渊隐匿于真真假假之间，岂是你说去就能去的地方？不成不成。不，等等，真真假假，我有办法了，还有的救，我的肉包才有的救。反正只要能让大家在除夕这一天看到你打退年兽的样子就行了。桃源村物产丰富，品类齐全，我们完全可以去找材料做个假的年兽出来给你打呀。弄虚作假实属下策，还是另想他法。哎呀，有个下策就不错了。今日天色尚早，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桃源村吧。油彩、染布、麻绳，哇，这么多东西居然只花了半两银子，这除夕前的大甩卖可真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呀。好啦好啦，仙人你也别再内疚了，我们这不是都想到解决的办法了吗？开心点开心点。不，我在想别的事情。今夜村中阴气甚重，恐怕会有妖兽趁虚而入。啊！怪怪物！你这嘴是开过光了吗？小璇，准备迎战。哎，你给我等等，要是真想去救人的话。来，那就先从这儿挑一把趁手的兵器吧。这是前些日子大扫除的时候从你床底下那檀木箱子里翻出来的老古董，我看都还能用就收起来了。MH 三型轻机枪 ,G666 霰弹枪 ,HK2 型激光发射器 ,FFF 喷火器。哦，这个不行，过保修期了。总之不管哪个都比你赤手空拳的破坏力要小得多。为何要给我看这些？因为要是让你在这村里全力战斗的话，仙人恐怕你得找个好当铺把我给卖了，才能凑够银子去修那个被你打烂的村子了。谢谢。感谢的话还是晚点再说吧，救人要紧。
Thank you.
Thank you.
We'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
让我们一起去搞波大的吧。今天的任务。让我带队，你认真的？几个好像比我快，快快！动物克里希娜，上！他不许你伤害西尔的朋友。队长要带啊！克里希娜，啊！一，耶！开始干！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让我带队，你认真的？有敌人，交给你们换头。哎，看，哎，我不许你伤害西尔的朋友。克里希娜，上！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我带队，你认真的。有事好商量，动口不动手啊。哎，动克里希娜上。罐头，
Thank you.